类似的教招不仅时间延长，科目也比以往多，更加精实严格。近来的乌克兰的情势再一次证明，守护国家除了国际的声援和协助，还是要靠全民团结一致。这次教招落实全民国防的精神，每一位造员就在自己部级的战术位置，预设战场发生在自己的家乡。这个训练规划除了让战时动员可以更加的迅速达成仗在哪里打，部队就在哪里训的目标，相信所有的造员对于守护家园的向心力也会更加的坚强。感谢配合教招的后备军人以及家人还有全体国人的支持，感谢大家一起为守护国家而努力。